声笑声满载温馨，快乐发心内，我心我心情如雨中，亲亲心中爱，每一次都满载温馨，暖入我体内，每一次都情浓似醉。还有十五分钟啊！啊，那个男人呢，应该正在那儿等着呢。嗯，要是那个女的不摆架子，也应该到了。Daddy、郝姨啊，你们跟着我们一整天了，怎么不到别的地方去玩？不跟着你们呢，我怕会到那些我们不应该去的地方啊，会出事的啊。润浩，我们还是偷偷去吧，因为我真的憋得好痛苦啊。不行。我答应过大姐和妈说不去的吗？哎，可是我的心里忍不住的想去。你看看我，我的手现在紧张的出汗了。哇，你们两个说的话是限制级的。Daddy 啊，你看你的胡子都会笑了。阿雪，你爸爸是个有教养的上等人，别把我想的这么低级好不好？就是，我们是不想一时冲动突然间出现，扼杀了一个正在生长的艾苗啊。原来你跟上人舅舅想拆散我和阿雪啊？哎，难道你以为只有你这个男主角才值得我们关心呢？为了治好荣姨的病啊，向海终于肯出关了，现在谈恋爱了。迟了整整十分钟了，不会这么巧没空来吧？哎，还不能走，到餐厅坐到时间到了再回去。海哥，海哥，喂，你们也来看电影啊？哦，荣姨请客。你跟邵小姐的票呢，也是我们负责买的。嗯，不过你放心吧，我们的位子呢，跟你的呢有一段距离的。嗯，要不是看你想走呢，我们不会出来的。是啊，省得你尴尬吗？亏我从小到大对你这么好啊，给你那么多零用钱，你居然来做门神。哎呀，海哥，你别把我说的那么不识趣嘛。那荣姨的辈分高，又从小把我带大，我这个左门神想不做都不行啊。左门神？你看，还有一对右门神在后面。嗯，海哥，喂，容易怕小安他们两个江湖地位不够，把我们两个呢叫来坐镇的。容易打电话来求我的时候啊，他正在生病，一副很痛苦可怜的样子。你看容易多疼你啊，看来他这次的心病呢，非得靠媳妇敬的茶才能治得好了。是啊，海哥。向海啊，其实男女之间的感情呢，是可以用时间来培养的嘛。就是啊。约女孩子等十分钟就走，这么没诚意，换了我也不理你了。就是啊，我以前追卓安呢，每次都得等两个钟头，说好七点见呢，其实是九点钟。喂，你以为你追上我了吗？来，海哥，拿点吃的东西吧，两手空空很难看呢。你们怎么搞的？约了一起来看电影。这样好了，我请大家唱卡拉 OK， 然后我们各自回家，就当没这回事，睡觉行吗？走吧。怎么样啊？走吧。喂，容姨正在生病啊，你是不是想把她老人家气死啊？枉她当年啊，冒着生命危险到火场救你啊，还那么辛苦的把你养大。哼，哎，算了，她就是这种人，别说了。哎，哎，算了，别管容姨了，我们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别看了，别看了。对不起，急着去看画展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。哎，你拿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能喝的？啊，是啊。麻烦你帮我打开吧，我怕我的指甲裂开。哦。卢先生。啊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怕看鬼片啊？不是。不是，你怎么不看荧幕呢？啊。
荣先生，你觉不觉得有点冷啊？嗯，不觉得。当然了，你穿着西装，当然不冷了。可不可以借我披一下？啊。是不是这是武林？好啊。让我来。啊，是武林啊。弄得浑身都是薯片了。啊，是，还惹来一群蚂蚁呢。你刚才怎么吃的那么少啊？是啊，现在香港的女生做事拼命，吃的又少，很好养活的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阿雪啊 ，Melvin 啦，好姨呀。你家里的人还不少呢。是啊。这只是一部分呢，不过他们全部都很关心我的。我知道，荣姨常跟我说你这个人责任感很重，对人也有爱心，又孝顺，又有上进心，还很勤快。邵小姐，其实，给你的，这张是邀请卡。这个星期六呢，我有一个个人画展，你到时候要有空呢，跟小静一块来捧场。啊，好啊。又谁呀？喂，是我的。是我的电话。喂，是啊，你想吃什么？淋浴粥啊？好啊好啊，我现在去给你买。好啊，待会儿见，拜拜。荣先生，能不能顺便带我去买碗淋浴粥给阿姨吃？怎么你家有个阿姨呀？我家哪有阿姨啊？刚才的阿姨是你们家的荣姨，她要我陪她吃宵夜呢。小宝宝，吃饭饭，吃饭饭，做个小媳妇儿。哎呀，对吧？你没看见向海啊，脸红的跟什么似的。你要是吃宵夜呢，我做一套藤条焖猪肉给你吃。我喜欢吃人肉甜不辣。嘿嘿，容易啊，不早了，不要耽误邵小姐吧。我来喂你吧。嗯，不用啦，只有丽珊喂我，我才有点胃口啊。一会儿呢，你送她就是了，不然的话，要是太晚了回不去呢，丽珊就在这里睡啊。没关系，这儿有直通车到屯门的，来吃。哎，好，嗯，好。邵小姐，你真是有办法。容姨最近生病啊，一直都起不来，除了喝茶之外，她什么都不吃，我们大家都好担心她呢，怕她会挨出大病来。是啊，他连阿琼都没劲儿骂了，不过还是要他做事啊。你少管闲事。对了，阿琼啊，很晚了，你别坐了，叫天福送你回去吧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想多坐一会儿，我想看这个家庭伦理剧。哎，做你的事吧。丽珊喂的粥呢，特别的好吃，啊，要是每天都有人喂我吃就好了。只要你喜欢的话，我每天都来喂你啊。嗯，好啊。来。现在的女孩子啊，为了自己的幸福啊，什么都肯做的。婆婆政策是一剂万灵膏啊。全都是这样子了。你记不记得永琴还没嫁给天福的时候，还不是天天到三多报道，常常帮忙干这个干那个的。那个时候啊，我还以为我自己捡到了便宜呢。哎，不过看样子呢，这位邵小姐的外表这么温顺，向海这次是劫数难逃了。嗯，好吃好吃。嗯，还有一盘菜，我喂你一起吃了吧。哎，好啊。真是心病还需心药医啊！阿荣病的这几天里啊，今天最开胃了。
她这几天根本就没吃过东西呀、啊，肚子都饿空了。当然了，酒就多喝点茶，肚子让人空啊。哎，喂喂喂，你怎么搞的？喷得我一身都是的。你傻乎乎的站在那儿，一个接一个的吃，你这么贪吃，是不是上辈子没东西吃啊？不是。阿琼啊，哎呀，容易病了，心情不好，你进去倒杯水给他吃药吧啊。我来倒吧。不用了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去倒吧，容易，我正想喝点水呢。妈妈的味道。哎，谢谢。谢谢海哥，你这么跳很容易扭伤腿的，容易知道了又以为你贪玩踩汽水瓶了。那倒是啊，惹他生气还要他骂我就不好了，应该让让他老人家的嘛。其实这个玉兰花菜市场也有卖的，很便宜的，树上摘下来的新鲜嘛。我妈说啊，那些老婆婆啊闻到这股味道啊觉得很舒服的。哎哎，这样好了，那你拿给容姨，你说呢，你特地摘给她的，他会很高兴的哦。你真懂得体贴老人家。哎哎，我来吧。哎，我来就行了。我帮你吧，我以前拿惯了。谢谢。说到孝顺呢，我真是比你差远了。哪儿的话，本来就是嘛。每天打开报纸啊，不是老公杀老婆呢，就是儿子杀爸爸，太没人性了。你就不一样，像神仙一样有求必应。容易在火灾的时候没救到自己的儿女，只救了我一个人，我对他孝顺点是应该的。那他儿子应该感激你哦，你这么懂得报恩，是不是一直发展下去，你就会娶那少小姐，然后等容姨百年归老之后，你再跟他离婚啊？啊，这个问题你居然要考虑啊？也许感情的事情能够用时间来培养的。是不是容姨病了，所以你才不敢坚持啊？虽然我阿达阿达的，可是我也知道感情的事是不能够勉强的。大圣哥跟我说过啊，你是那个曾经沧海的海啊，在沧海里面呢，那种半死不活的恐怖的感觉啊，我懂了。我现在还很年轻，还有很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跟想做的事情。可是容姨老了，而且又有病，只要能让她高兴的事，我都会去做。那就没有办法了。啊，对了，兄，这里有2500块。你收起来，来。你又给我钱啊？还多了500块，海哥。快拿着吧。那谢谢哦。这几天容易病了，我知道你的工作加重了很多，而且容易又老是冲着你发脾气。没关系啊，我当他在练气功啊，只要我这个阴阳爪一打过去啊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对了，你肚子饿不饿？我带了点心，你吃一点。谢了，你给你自己买点好吃的吧，别老是吃这些了，又干又难吞的。你对我这么好啊，可是我不能够再来一次，我该死，我见死不救。怎么了，琼？你也有病啊？有些事呢，我知道。可是容易不知道，我知道。如果他知道我知道的话，我一定死无葬身之地。我不能说的，对不起二哥。你想说什么，阿琼？对不起啊，阿琼，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，阿琼？阿琼，阿琼，阿琼，阿琼。二哥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应该为你精忠报国的。其实有病的人，不是容易啊，是你。你太容易相信女人了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呐。容姨啊，你看完医生呢，就回家去休息休息吧。我待会儿呢，把鸡拿到三多之后，我就会到邵小姐那儿去，把小军给接回来的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去就行了。我也想见见邵小姐。哎，一天到晚躺在床上，连腰都疼了，西药又吃得我昏昏沉沉的。哎，我一见到邵小姐，整个人就舒服了。那向海啊，什么都别做了，
只要他跟邵小姐交往呢，你就药到病除了。当然了，我一想到儿媳妇快过门了，哎呀，我就高兴的又要犯咳嗽病了。容易，你还是坐下来休息休息吧。哎呀，都是那个鸡坤不好，老是去澳门赌钱，不肯送鸡来给我们，害得我们要去拿。你坐一坐吧啊，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啊。啊，好，我去买点东西给你喝。啊，你帮我看着这些鸡啊。啊，好好好，虽然我人不舒服，但是看着鸡还是不成问题的。你走吧啊。善姨，善姨。哎呀，向海呀，你是怎么搞的嘛？药滴了这一笼鸡，还要把容姨带出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记不记得容姨上一次什么时候病的？上次生病，就是茂名小光骗他钱的那次。其实容姨操劳惯了，一直都很少生病的。嗯，她这次不可能病那么久的。她每一次见到邵小姐呢，才肯吃饭，平时呢只是喝茶。还有啊，只要是一喝起茶来呢，她就说这要是儿媳妇敬的茶就好了。向海啊，你是不是觉得容姨装病骗我们的？啊？你有没有把鸡笼盖打开啊？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人不可貌相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我看起来很凶，其实我心里很善良的，对不对？拿猫屎来说呢，它看起来很花心，其实啊，它比向海更专一。阿好啊，我们希望你帮忙想个对策，不是来听你炫耀的。啊，那我们说正题吧。向海，幸好你发现的早啊，不然的话你跟邵小姐结婚啊，生孩子啊，白头到老，入土为安了，那时候才知道，哼，做鬼也不安心呢。好姨啊，请你在我没当鬼之前帮帮忙，帮我想个解决的方法好不好？啊，这还不简单，找阿琼作证啊。揭穿容易是装病的，然后像缉私队那样在他身上找那些饼干啊、柠檬茶之类的，再叫妈教训他，教他怎么做婆婆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小军七岁已经很有自尊心了，容易七十多岁了，自尊心呢比谁都强。不行，你们这么做会害死我的，他一定会恨死我的，我的饭碗也会砸掉的，我到时候啊就装成失忆症，说是你们诬赖我的。这样吧，我明天早上呢跟容易去运动，找个机会慢慢的跟他解释清楚。不行，跟老人家讲道理呢就等于是拿个琴出来对着牛弹，更何况呢你是容易养大的，你所有的弱点呢他都掌握得到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故意把自己弄得邋遢点，肮脏一点，不修边幅，让那个邵小姐讨厌我，那我就脱身了。不行，容易这一次失败了，还会有下一次的，更何况香港啊还有很多像我这样没有出嫁的美女啊。除非我们想个办法让容易放弃逼向海谈恋爱。 Waiter， 请你来一打瑞士鸡翅膀，一个金币多汤，一个龙香沙拉，还有一个喷火雪糕给这位小姐，哈哈。哦，我虽然打啊打的，但是我还是感觉到这个计划跟我有莫大的关系哦。如果要容姨呢再不提娶媳妇这三个字，向海你就要找个女人交往，而那个女人呢是容姨不喜欢的女人。哎呀，向海你这顿可是不能省了。哦，我这来一道炒螃蟹、海鲜炒饭、芒果布丁，全给这位小姐的。不好意思三位，这一顿最后的晚餐我可不可以不吃了？哎呀，好一阵谢谢你了。我真的不想吃这一顿呢。
啊，容姨今天的心情真是好了很多啊。当然了，容姨生病那几天，那个少小姐每天都来喂她，怎么能不好呢？看你说的。啊，阿荣啊，乖。那是不是想吃龟苓膏啊？哦，我在夏枯草那边帮你买的。哦，谢谢你，小姐。哎呀，妈，原来你也会伺候人家的。看她病了这么久，我心疼嘛。我看呐，阿荣接着就让向海跟那位少小姐结婚了。哦，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，我看她在那儿看酒席呢。哎呀，荣姨啊，用不着这么赶吧？马来西亚的海伯母还不知道呢。润山，我已经跟妹姐通过长途电话了。我还把丽珊的照片跟生辰八字都寄给她了，她说丽珊呢有旺夫相啊，跟向海很合适啊。老板，开一点，给你。小军怪啊，爸爸不能抱你，爸爸弄皱了西装。因为爸爸呢约了个很重要的人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向海，这样才对嘛。好，我们走了。到哪儿去啊，容姨？哦哦，今天丽珊开个人画展吗？我替你把花篮都送过去了。我没有空啊，我约了个很重要的朋友去逛街看电影啊。去约了什么朋友这么重要啊？喂，你向来很听我话的。容姨啊，这个朋友真的很重要啊，我跟他的感情啊已经从地下发展到地面了。啊？喂，喂，啊，你换好衣服了，那我去接你。喂，好好好，向海，烛光晚餐，向海，没问题。向海啊！哎，这个叫容姨叫海狗，叫了也没用啊。容姨啊，看向海春风满面的样子，真的很像在谈恋爱啊。喂，你想向海会不会找到一个比少小姐更好的女朋友呢？不会的，向海不会不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。啊，我们家的女人多嘛，也许怕吓坏了那个女的吧。哎，对了对了。我今天接乐乐放学的时候呢，我看到向海在戏院门口买票。哎，啊，是吗？哎，哪家戏院？他要看什么电影啊？就是你上次逼他跟邵小姐看的那出什么《猛鬼又回头》啊。啊。阿荣啊，这里人多，你老花眼怎么看得清楚啊？是啊。我们还是先回家。他说他们两个是地下情啊，一定认识了很久了。哎呀，你想会不会是他们公司的沈小姐啊？会不会是小安公司里的 Helen 呢？哼，你们说的那两个人呐，跟向海放在一块儿一点都不配。哎，小二，小二，过来。什么事啊，容姨？怎么了？哎，你们两个年轻，眼睛好，帮容姨呢看看未来的媳妇是什么样子的。不好吧，容姨？那部电影我上次看过了。是啊是啊，容姨。哎，没叫你们看电影，叫你们看向海交的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看他的长相啊，谈吐啊，跟举止，让海哥知道了很糗的。哎，你们就装成是偶遇咯。啊，又偶遇啊？喂，谁把你带大的？谁替你换尿布啊？谁带你去看医生的？哎，好吧好吧好吧，不看医生了，看海哥好不好？快去吧。海哥，海哥，喂，怎么这么巧啊？是啊，又来看电影。哎呀，好像就是这个女孩子。哎呀，怎么是金头发的？是个洋妞啊！哎呀，完了，真是活见鬼啊！好像是假发呀。At least they flap their fins to express emotion. A fine. 小安怎么搞的嘛？挡住我了，都看不到那个女孩子的样子了。润山，好像就是那个呀。是啊，我也觉得那个啊。啊？哎，我们走吧。别看了，快快快！你们到底看到什么了啊？哎，啊，我们看错了，容姨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走走走。哎，不会的，不会是他的。海哥，我觉得有点冷啊，你外套给我披好不好？不用了，
玩老詹你就行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吗？海哥被容姨给逼疯了。海哥，我老觉得呢，好像有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呢。没有，我的眼里只有你吗？难道你的眼里不是只有我的吗？是啊。好像很热哦。是否我的热情过于澎湃，像把火？真是像一把火，不止一把火，是三把火。这个劝容姨停止的办法呢，是我这个高人想出来的。不过我可没跟妈透露半点风声哦。怪不得呢，这阵子润善跟阿好他们两个老是在商量对策呀。润善向来守口如瓶，哪儿像阿好似的到处说、啊。什么嘛，我喜欢跟人家分享嘛。大姐也真是的，采取行动也不先说一声，真行啊。牧师啊，我们现在赶到戏院去看看散场好不好啊？哎，你别这么三八了，容姨要是知道我们跟向海合伙反击他呀，搞不好假病变成真病了。哎呀，你说如果他知道未来儿媳妇像是阿琼那份德行啊，容姨不真病才怪呢。你这小子平时跟人家称兄道弟的，现在这么损他。不过我想青云姐一定听得很窝心的。不过现在想起来倒有点担心啊，容姨会不会活起来把阿琼给掐死啊？哇，他不会这么狠吧？喂喂，这很难说呀，现在的人打斗片看多了，很凶狠的，70多岁的老头子都会杀人啊。是啊，而且文娟的脾气又比阿荣大，搞不好成了帮凶了。你这死小子，我白养你了，你没良心啊你！容姨，我白养你了。什么事？容姨，容姨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是我。你想打死人呐？让哥要出人命了！容姨，容姨，容姨，开门啊！哎呀，糟了！容姨，我从来没看过容姨发这么大脾气的。是啊。喂，阿荣啊，有什么事你出来慢慢说嘛。容姨啊。喂，阿荣，别乱扔东西啊！扔坏了东西要花钱买的。容姨，哎呀，你看看你，千年火山让你弄得爆发了。如一，哎，巅峰小安了 啊！快把钥匙拿来开门啊！哦，好啊，你进去自首，跟他解释啊。嗯，哦，如一，你别生气了。向海跟阿琼交往的点子是我想出来的。是啊是啊，我们以为这样就不会逼海哥交女朋友了，我们是闹着玩的。是啊，亏我把你养得这么大啊！你开我玩笑啊！啊，你这没良心的死小子，我白养你了。如一啊，你要骂就开了门再骂吧，容姨，别把自己关在里面。容姨，开门了，容姨，糟糕了，找到钥匙怎么办呀？啊，没有，我下去找人来开锁。哎，喂，完了，怎么没有声音了？哎呀，他会不会自己撞墙啊？哎呀，糟了，他会不会哭得虚脱昏过去？哦，让开，让我把门撞开。好，向海，向海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向海，向海，喂，快去看看向海啊！怎么了，向海？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啊，向海，不要这样，危险！向海，哎，出来了，谢谢你啊，别客气。厉生啊，医生他怎么说啊？幸好姨妈的家还不算太高，向海掉到二楼阳台，只是一只脚跌断了，没有其他内伤。可是现在还没醒呢。哎呀，真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呀！不然的话，阿荣不哭瞎脸才怪呢。彪炳啊，你跟妈妈他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有我在这陪容姨就行了。不行啊，润善，放心吧，我是容姨带大的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容姨对向海的关心。炳哥，那我们先回去了啊，我们走吧。好吧，我们走吧。我送你们出去。哦，我们走了。彩瑶，彩瑶，向海，你别吓我啊，向海，向海，向海，如意，向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别担心我了，躺在床上的是你呀，知道吗？啊，如意，别生我的气，只要你喜欢的话，我跟你我少小姐交往吧。你别这么傻了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想着彩瑶的，都怪我自己太自私了，没有为你着想。
我知道你做了这么多事，都是为了我好的容易。向海啊，你容易真的是很疼你的，不过他也知道你一直很关心他的。是啊。你哭出来吧，哭出来会舒服一点的。我了解你的感受，我分享到了。分享什么？谁让你分享啊？你是谁呀？你凭什么说这个话？唐立生，你愿意娶梁冰雪做你的合法妻子吗？我。喂。喂，大懒虫，起来了没有啊？阿雪，是你啊。我刚刚还在做梦呢。在做什么梦啊？也没什么。对了，你也该去上学了。是啊，我想跟你说一声啊，我今天晚一个钟头再去诊所。没问题。啊，想不到我们这位梁小姐做事挺负责的啊。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晚到呢？哦，我想八成跟你的同学去逛街看电影吧。不是的。不是，哦，准备考试啊。我跟你说过的话你从来都不当一回事啊，你说的话我都放在心里。被你这么一骂给我骂醒了，我记起来了，你答应小军说去陪他去看刘冰表演对吗？早上有个会，顺便送你去。不用了，你还没刷牙洗脸呢，也没吃早餐，别这么赶了，我自己去上学就行了。那好吧，看完表演之后早点到诊所来啊，不然的话我会到电台登广告寻人的。你哪会这么紧张啊？怎么会不紧张呢？我每天都要见一见你才安心的。好吧，你该上学了。好吧，拜拜。拜拜。进来。啊，立生你还没起来。快点起来吧，吃早餐了，粥都凉了。让我再睡一会儿吗？怎么好像很累的样子？儿子，你是不是工作老累啊？你别累坏了身子啊，累坏了赚再多钱也没用。哎，最近忙着工作跟交女朋友，当然会累点了吗？哼，交女朋友也会累啊。哼，这种事你比我更清楚啊。你这个臭小子，还不去吃早餐？快点啊。大弟早，姑妈早。早早。哎呀，雪，怎么跟立生讲完了还舍不得放下电话？哦，对对，你坏死了，偷听人家讲电话。我们是上等人呐，不会做下等人的事的，不能这么说你爸爸的。姑妈，你还护着他，他也不是偷听我的电话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跟立生聊天？哎，看你讲完电话陶醉的样子就知道你刚跟立生聊过天了。你好坏啊，笑人家。哎，日历上怎么有个圈啊？又不是爸爸生日，又不是姑妈生日。哎呀，这个世上还有个叫 boyfriend 的，立生的生日嘛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姑妈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佩佩告诉我的。嗯，那所以我说女大不中留这句话一点都不假。对对对。讨厌，连姑妈也笑人家。不跟你们说了，我上学去。你啊，动作快点，迟到了。遵命，拜拜。Maybe I 给我们两份下午茶餐吧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啊，星期六没事做，到这儿喝下午茶，跳跳茶舞，真可说是人生一大享受。嗯，对了，润豪，你记不记得下礼拜二是什么日子？啊，我知道，是我们正式交往10个星期的纪念日。嗯，再想想看。不是啊。哎呀，猫屎啊！你真是细心啊，连我认识你130天的大日子你都记得。哎呀，哎，我们那天要怎么庆祝啊？哎，润豪，做人不能够忘本的。你想想看，在你认识我之前，这个世界上
谁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呀？哦，李医生的生日。总算想起来了。哎呀，是啊，我最近太忙了，一下子想不起来嘛。哎，你怎么知道那天是李生的生日？哎，我说上帝呢是很公平的，那你这么关心我，全副精神放在我的身上，现在轮到我的女儿关心你儿子，这才扯平了，对不对？那傻丫头早在日历上画了李生的生日了。其实李生也很关心阿雪的，比如他每天啊不管多晚回家呢，第二天一大早啊都会送阿雪上学，然后自己才上班。阿雪也一样啊，每个星期天都拉着我去练网球，她想把球练好了给立生一个惊喜，好让立生不会在朋友面前丢脸呢。其实他们彼此呢都很体贴对方啊，就好像我跟你一样哦。说到体贴对方呢，没有人比得上你了。是真的吗？两位下午茶，两位下午茶来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对了，有没有想过怎么跟立生庆祝啊？哦，我打算呢，我跟我大姐一家人，还有你跟你大姐一家人一起庆祝。可是他们两个年轻人会不会想两个人单独庆祝啊？要不要跟立生说呀？立生也很喜欢热闹的，何况这次呢是他从英国回来的第一个生日，我们一起庆祝更好啊。那倒是，何况你跟阿雪又不是外人，大家一块玩会开心点的，是不是？咦，阿强，你最拿手的了。哎呀，我一听见这音乐我就快坐不住了。那么跳舞吧。好啊。这几种款式呢是今年最流行的，你看喜欢哪一种？表姐啊，你一定要算便宜一点啊，你知道阿雪她还在念书吗？行啦，打完折扣才2000多块钱，这位礼物很不错的。2000多块啊？喂，阿雪啊，你舍得买啊？可是这些款式好像不太配李医生似的啊。哎呀，就是这个，我记得就是这个了。请你拿这个给我看。好的。这个啊，是啊，傻瓜，你知不知道要多少钱呢？要7000多块啊！你那份兼职啊，一个月只有6000多，你不用这么破费吧？哎，我上次看到立生啊，一直在看杂志上这块表，我想他呢一定很喜欢了。那立生是个医生嘛，这个才配得起他嘛。7000多块钱的礼物啊，没有人不喜欢的。你呀、啊，可别让小安知道啊，否则他明年他生日礼物啊，一定会把我榨干的，我真是不敢想象。是啊，你还在念书，不必送这么贵重的礼物。所谓礼轻情意重，他要是真心喜欢你啊，哪怕你送块糖给他，他都会很高兴的。哎，这不一样啊，他也许会用一辈子的，用一辈子的东西呢，当然要贵重一点，才更值得珍惜。你看你啊，多在意他的生日啊，你是不是为他安排了节目啊？告诉你也行啊，不过你不要跟别人说啊。那天晚上呢，我想在法国餐厅订两个位子，接着去听摇滚乐。那个英国摇滚乐呢，是立生最喜欢的，所以我买了2张票，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。看来你真的为立生的生日啊，花了不少的心血了。说真的，我觉得你对立生啊，比我对小安要好。是吗？是啊。喂，说到这个啊，他去年生日啊，我送了一大束花啊到他公司去给他，他的同事啊都过去问他是谁送的，真是很神奇啊。到了晚上啊，我就揭晓了，他感动的马上抱着我啊，他还第一次的说 I love you 啊。喂，那你呢？立生第一次跟你说 I love you 是什么时候啊？这是个秘密，不告诉你。情愿